Hello， 大家好，好久不见。那么呢，今天呢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的发售日啊，就更新了一天七 G 版本的补丁。那么呢，接下来给你们看一下这124G 都有哪些东西。然后接下来这些呢是啊本作的成就列表啊，所有的挑战都在这里了。那么的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喜欢的话不要忘了点赞、硬币、收藏、加关注、加分享哦。那么呢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